潜能卷一博章。呀，我出错装备了，亚索怎么可能出这个呀？兄弟们，上呀！炮火！啊，我吐了！呀，给个密的兄弟们，那个部落带的重刃，盖伦带的强攻，我惊讶了。中路杰 vs 亚索，经典对局，好吧。呀，一球闪失败了呀，为什么会失败呀？我操，哎呀，他妈的！溜了溜了溜了，不是对手，他妈无限火力前期杰跟亚索也是一个级别。直接弄他，直接 QQ 他就杀。不急。哇操！呀，贼难玩，托儿所，我操，我吐了！呀，我上路上路去了，上路去了。哎呀！
善。蛇女，你上，我上去缠着，帮你丢那个技能。雪莉，快快跑！有点多，溜了溜了溜了。杀人全靠偷鸡。没事，我无敌了，这把。再买一把。我无敌了，我无敌了。他妈变态了呀，根本不可能打得过呀。哇，呀，没吃到塔皮。牛奶杀疯了。
压这个 EQ 闪为什么呀？哎，亚索 EQ 闪的原理是什么呀？为什么我 EQ 闪老是失败呀？不是我 EQ 闪怎么老是失败呀？哦，哎，很生气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很不开心，一点都他妈不快乐，一点都不快乐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是想的 EQ， 然后再闪。就是把那个风带过去了，实际上是一了之后，就他那个 Q 下一个 Q 就变成转的了 ，Q 早了，可以，这辈子我的 EQ 闪不会再失误了，因为我已经弄清楚了原理，好吧。没。来飞我！那还开始了？阿叔的装备怎么就拆呀？不是原理，我思考一下，好吧，我思考一下原理。比较复杂，一颗闪有点复杂，真的有点复杂，就没不知道怎么放的，就搞不懂。我按的很快了呀。啊啊，懂了 ，so this name。我要暴击伤害呀，出无尽要暴击伤害呀。打他妹妹，哎，是真每次玩亚索就一定是不开心的，就没有一次玩亚索把自己玩开心的。这卡特他不香吗？我操，吕布，我好强，我操作，哇，好酷啊，哇！这卡牌干嘛的？哎，这拉克斯他妈的 Q 中了之后又起步，我又飞不起来。哦，太烦了呀！哎呀，托尔索玩的太难受了。呀，那换机子玩，不想玩亚索了。来，你来玩，我去玩卡特去了。来，再换机子，换机子，太他妈难玩了，我操！真假的？
换机子。差点钱，得出一个这个，得出一个水银世代。啊，我等级就十九级了。那蓝局都不敢打。对面三条龙了，再打一条龙，龙魂了，我得过去。哎，他们来了。快乐了，他们等级都起来了，还差一条人，一分三十秒。
别整笑了，这卡牌。战斗神，战斗神，战斗神，不动人。我感觉得把这个换了，把蓝切换了。卡牌在偷，感觉暴击压手香了，来来来，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，暴击压手香一点，卡在后期不香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！怎么动不了呀？哎，看看，回来！哇，这两个英雄我都他妈蛇皮都不会玩，怎么办？兄弟，换装备了。Q 1.33，大冰锤，死亡之舞，钱不够。大冰锤可以出一个，讲道理。没事，我在。没事，我无敌了，来哥。混乱面前，万物相形见绌。哎呦呀，他妈的好难玩啊，哇这个英雄，哇哇贼他妈难玩，零熟练度，我这个英雄兄弟们，哇不行，我还再来一把无限火力，这把游戏体验太他妈瓦了。还有一种吗？